96之一这一题是一个线对称的题目，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呢？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对应的点连起来，那这边的距离要一样，而且这条线要垂直。好，所以这题其实是 C 是正确答案，就这边跟这边一样，那这样子连起来是垂直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这里可能一样圆，但是这边稍微远一点点，剩下 A 跟 B 都没有这样特性。所以你就是要做对称的话，就是沿着这个对称轴做一个垂直线过来，那等距的点把它画出来，好，这样就可以画出这个对称图。所以答案就是选项 C。